我离家出走，拜托你快点让我走吧！妈，圣主，你告诉我，你有什么理由要去见那个女人？妈，圣主她生病了，但她却一直坚持不肯动手术。我就说我不想活了，你们到底为什么要这样？你如果死了，丽灿该怎么办？至少该为孩子努力的活下去，难道不是吗？ 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，Even More实时做，加油我的人生。